原标题：蒙古人艾玛。韩国最大的岛屿就是元朝的养马场，很多人都在疑惑。13世纪初，蒙古骑兵横扫欧亚大陆，战斗力何其彪悍，为什么仅仅100年之后就被治下的汉族起义军吊打回了草原呢？我们对比一下宋辽时期的局面，有一个现象十分耐人寻味。因为池敬瑭把燕云16州献给了契丹人，导致中原王朝失去了最好的地理屏障，而宋朝数次北伐都因为骑兵严重不足而功亏一篑。然而到了元朝，不仅燕云16州，就连整个江南都成了元帝国的疆土。此时的汉族起义军反而一举将蒙古人赶回了漠北，这不是很奇怪吗？那么造成两者不同的因素是什么呢？其实只有一个，就是马匹、火器在当时已经得到一定的发展。无论是元军还是义军都装备了一定数量的火炮和火铳，但那个时候的火器仍然十分粗糙。对战争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火器，而是骑兵。蒙古人是马背上的民族，消灭大金、西夏以及中亚诸国都是利用骑兵的高机动性完成的。而此时面对先前被金国人吊打的汉族人却屡屡败北，这些汉族义军又是如何克制蒙古铁骑的呢？答案就是以骑兵对骑兵。本来缺少马匹的汉人此时再也不用为战马发愁，因为蒙古人的韧性，就连韩国的第一大岛都变成了大元的养马场，更何况肥沃富饶的江南。原来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后，作为外来民族的他们才不会关心治下民族的死活，只要高兴就可以随意把汉人的耕地圈起来变成马场。如此一来，原本素称鱼米之乡的江南便立时多出大量蓄养战马的优良马场，而这样的景象在韩国也不断地得到复制。今天的旅游胜地、风景如画的济州岛，在当时可是蒙古人颇为得意的海上马场。经过近百年的演变，逐渐形成了马比人多的局面，而汉地的百姓饿都要饿死了，只剩下一条路，造反。当朱元璋的义气举起之后，根本不愁得不到用以作战的马匹，而其麾下的徐达、常遇春又是极为优秀的骑兵将领，因此在与元朝正规军的交锋中，朱元璋的部队丝毫不落下风。不仅如此，当红巾军的烽火燃遍整个神州大地之时，韩国人也趁机对蒙元当头一棒。高丽国王不仅杀光了元朝皇后在高丽的娘家，而且派出军队袭击鸭绿江以北地区，但此时蒙古人无暇东顾，只能任由高丽取得独立。后来当徐达的前锋进入大都之时，元顺帝早已带领残部逃往漠北，而大元帝国在中原的统治也就此终结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